你刚摸到女生就被打了一巴掌，变态变态变态。你一脸懵逼，不对啊，我左边这个家伙你们看不到吗？明明一摸就能穿透过去啊。时间久了后你发现原来这是灵魂体，分辨灵魂需要时间，久而久之在同学眼里你被打上了怪人的标签，而这一切也被一个同学看在眼里，这家伙跟我很像啊。晚上放学路上你看到一个建筑工大叔的灵魂，照惯例想上去打招呼，大叔喃喃自语，完了完了，大叔你怎么了？可他身体突然迅速膨胀，一只黑蜈蚣后居然变成了一只戴着面具胸口又空洞的怪物。危机时刻，惩罚同学从身后一把推开你，笨蛋他变成虚了，快跑啊，我帮你拦住他。一拳打下，地体石块无数，你也晕了过去。与此同时，你的灵魂也来到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十个座位，那五个人见到你热情打招呼，哟来了。你惊讶发现他们居然和你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服饰各不相同，有戴湄公鹅的，穿海贼衣服的，拿着人刀的，甚至还有一定会赢的体育生。与此同时，你们的记忆发生了共享，很快明白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十个灵魂碎片穿越到了不同的动漫世界，有的人是火影海贼，有的人是鬼灭咒术，而你是死神世界，每个你的能力和记忆都能共享，换句话说，你的金手指就是你自己。目前火影番掌握的技能有木盾、雷盾、八门遁甲、真威暴威等，海贼番则是武装色霸气，鬼面番会日之呼吸，这外挂有点逆天啊。咒术番呵呵一笑，同伴死神世界的万劫和斩葡萄可是好东西，如果能得到，我这边就能打两面速挪了。你点点头，放心交给我。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时间到了，醒醒醒醒啊同学。一睁眼是黑漆一护的脸，小凡你快跑，我来拦住他。可那头须已经挡在了路口，举起一辆汽车重重砸来，黑漆一护绝望了，这种怪物根本不是两个高中生能抵抗的。可你呵呵一笑，八门遁甲修门生门开，皮肤变红的同时再来武装色强化，迎面前砰的一下，汽车直接飞了起来。这发生了什么？而在你准备继续来上一拳干在虚的时候，一声炸响，眼前多出一道人影，齐肩短发，黑色道场服，正是朽木露琪亚。这里居然有个人类，本来就挺麻烦的，现在更麻烦了呀。口中念念有词，咒语形成的无形束缚将其困住。你一直盯着他看，他也全然不在意，人类怎么可能看见我呢？我看是被吓傻了吧。可忽然一护开口，你哪位啊？这个人类居然看得见我吗？黑漆一护又问，小凡你认识他吗？看上去好像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不认识，但应该不是坏人。不止一个，两个人类都可以看见自己，就是没认识的功夫，那只虚然强行挣脱了束缚，朝他露出破绽的后背进行攻击。不好，可就在瞬间你闪现到身前一拳上去，给那只虚的面具都干碎了。这什么怪物啊？如果在噬魂界有人跟他说人类可以在没有斩魄刀的情况下单凭身体能力压制一只虚，他绝对会认为那个人是疯子。之后露琪亚进化了虚，离开后他去了一家其貌不扬的杂货店，老板正是带着鱼附梦的浦原喜助。他把自己今天碰到的诡异事情说了一遍。浦原先生，这件事儿非常奇怪，因为我在那个人类的身上居然感受到了心悸。浦原喜助很明白能让死神感到本能恐惧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双方的灵魂差距处于绝对碾压状态，而这绝不可能出现在一个普通人身上。那个懒腰，说不定又是冉冉那个家伙搞的什么实验。凌晨一点，你在床上猛然睁眼，起身后发现一道人影就站在房间内，脸带笑意。我最讨厌别人在我睡觉的时候打扰我，可正常人这种情况下不是都会做点什么吗？你咧嘴一笑，我这不正在提前跟你说你挨揍的原因吗？下一秒，裹着武装色的拳头就贴近他的脸，他不慌不忙。就这，露琪亚说的也没什么。可下一秒，你口中白气喷出，脸上范围生长，正是日之呼吸。砰的一下，层层相叠的力量直接让浦原喜助撞破墙壁，砸进了马路中央。没有斩破刀，没有十解，没有万解，既有这么强的力量吗？刚这一下，起码有副队长等级的实力，身上没有半点虚化的影子，应该跟冉冉没关系。眼看下一刻拳头就要逼近面前，他连忙摆手：“小哥，今晚的事情我道歉，还请收手。”最后零点一秒，拳头在脸上停住，你转身，那就把这里恢复原状，再跟我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浦原喜助跟你熟了之后，他向你交流信息的同时，也教会了你一些死神的技能，例如白打、瞬步、鬼斗、斩术，你也学得相当之快，但唯独缺了斩破刀。时间过得很快，这期间你又回了一趟灵魂宫殿，火影凡呵呵一笑，兄弟，我这边共享过去的忍术用的还挺爽的吧？爽，很爽，后用电动牙刷一样爽。那是，电动牙刷可是真的好用啊，能不爽吗？挠挠头。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了。火影凡皱眉，谁这么说？来看看，喏，这个是权威的、专业的牙医的大学教材，你念一下，电动牙刷优于手动牙刷。再看另一本，你再念，电动牙刷具有明显优势。最后再看这本北大专家写的，你再念，电动牙刷的清洁效果比手动强4到6倍。所以啊，你就好好享受电动牙刷带给你的爽感啦，让他好好把牙菌都刷干净，不蛀牙不花钱去看牙。眼前一亮，明白了，之前我也蛀过牙，非常疼，还花了600大洋补了一颗牙。火影凡一摆手，这都怪你之前不用电动牙刷，还好你补牙也算及时，要是做个根管再来个烤瓷牙，一颗牙就要3000到8000元。妈呀，这么贵，太贵了吧，牙科医院吞金兽啊。火影凡道，所以咱们一定要听专家的。
替全为教材的，好好用上电动牙刷。放心，大家都知道用了。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用的电动牙刷呗。哦，我用的是这款萌牙加新药款，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作为针对防蛀护牙的高级装备，它深刻理解产品卖相的重要性。钢琴烤漆的皮，流畅线条的腰，主打一个外观精致，颜值高。说重点，别急，它充分理解功能的重要性。光刷牙模式就五个：敏感、清洁、按摩、亮白、抛光。一个牙刷居然抢服务业的饭碗。先不谈按摩、亮白、抛光有没有效，就说清洁模式倒是真干净。一用嘴皮子发麻，刷白牙齿同时还能把 buff 加。没错，功能多，效果好，来继续。充一次电可以用240天，这续航实在太长了，害得我老丢充电线。嗨，我说了让你多长点就行吧，接着再讲。八级超强防水，水冲水洗都不易坏，主打的就是一个用得爽还用得长。嗨，搞功能搞续航才不是萌牙家的核心追求，那是什么？当然是质量和质保服务。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杰斯同行，全心服务大家。为此，心思全花在高品控抓质量。每把牙刷刷上之前都用38道检测挨个测，所以他们敢承诺包大家用2年以上。别人家牙刷坏了，即刻返厂；萌牙家2年内坏了，直接免费换新。2年后呢？2年后坏了，可以半价以旧换新，主打一个终身售后、终身质保。那么问题来了，什么价贵不贵？原价379，评论区领券，特价239，还送刷头2个和牙医写的护牙手册。用2年以上，平摊下来每天才几毛钱，性价比的确高。但有人不想买那么好呀。明白的，入门的可以选他们家星光，原价179，特价99元，而且特价保证全年最低，买贵了退差价。想充的朋友赶紧去评论区领个线，告别黄板牙，告别大蛀牙，远离牙科医院，就用萌牙家电动牙刷。死神世界的大事件发生，露琪亚被带回了尸魂界，因为擅自给予人类死神的能力，他将被判处以极刑。为了拯救露琪亚，浦原喜助召唤出穿界门，帮助你和医护进入到尸魂界。第一关就是击败大门的守护者四单坊，医护留下来对付他，因为有更棘手的敌人来了。你早就通过静文色感应到来人，出来吧。下一刻，一个白色短发笑眯眯的男人从阴影中现身，这是三分队队长史完银，居然连几个吕后都打不过，真是个废物。不好意思，今天你们无法从这里通过，还是乖乖回去吧。你却呵呵一笑，真不好意思，今天这个门我们还偏偏进定了。狂妄手中的斩魄刀神枪忽然伸长，化作一道白光射出，轰的一声尘土飞扬。待到烟尘散去，你却依旧矗立在原地，身体表面游走着大量雷电，银蛇狂舞，毫发无伤。这就是雷遁之铠。试完银暗暗吃惊，刚这一下他最少动用了3成力量，这小子却动都没动过一步，到底是什么实力？那我就认真点陪你玩玩。试完银抖动手里的神枪，强悍的冲击力让附近墙壁和地面都出现了裂痕。你面色一凝，这是动真格了呀，没法保留，稍稍合时半文开通透世界。这一刻试完银的动作在眼中变得极慢，至于通透世界消耗的生命力，莫顿秘术和铸剑细胞了解一下。保险起见再开了个见闻色，试完银发现不管自己怎么攻击却愣是碰不到这小子。他不是没有动用万解的想法，但是两个人一边打位置不断变化，眼看就要打到护庭13队总部的位置，如果影响到冉冉的计划那就不妙了。而这场战斗愣是打到了晚上，试完银的力气都耗光了，这会儿好多人都在围观。八分的队长惊了春水，笑着调侃试完队长没力气了吧，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帮你呢？他好气科在疯狂之前，一个老头咳嗽一声，大前一步，够了，正是总队长山本源柳战胜国。看到他的瞬间，你直接举手，我投降。试完气的发抖，你在干什么？你摊手，当一天累了想睡觉。他差点脑淤血，老子陪你搁这耍了一天猴戏，同流都快到齐了，结果你要睡觉啊！彻底疯狂！总队长咳嗽一声，住手吧。这下谁都不好说话了。试完银会溜溜离开，惊了春水提问，老师这个吕后如何处理？擅自闯入尸魂界，哼，关起来。等到录下集金后再交由中央46室审判。临走前总队长上看了你一眼，惊了春水悄悄说道，老头子好像对你挺感兴趣的。你总监没办法，优等生就是这样受欢迎。而被关进监狱后，你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棕色短发，戴着黑框眼镜，脸上一直带着笑意，目光温柔，这是冉冉总右介，尸魂界篇的大 boss。不用这么紧张，我是五番队队长，请问该如何称呼你？叫我萧凡就行。堂堂死神队长为什么要跑牢狱里见我这个阶下囚呢？因为你有价值。价值？你有成为死神的才能，有资格给予更强的力量。坏了，原本是想让山本老头看中自己的天赋，从而顺利成为死神，没想到先被冉冉看上了。你背对他装傻充愣，避免中了镜花水月的招。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几句话就想让我跟着你造反？您省省吧。冉冉劝说无果，但这么放弃吧又觉得可惜，毕竟这样奇特的天赋他是第一次见。走之前他说道，极刑的时间没剩多少，要是你改变了想法可以通过卫兵告诉我。一日，一个劲爆的消息席卷整个精灵亭，五番队队长冉冉总右介被杀，尸体被凶手钉在了高墙之上，人心惶惶。但只有你知道真正的冉冉并没有死去，那具尸体不过是镜花水月幻化出的假货。另一边，医护等人也突破了精灵亭的结界，就跟原本剧情里一样，除了医护，校队全军覆没，牢门被一个不速之客破开，正是旧番队队长东仙药。跟我走。你摇头，
不麻烦了，这里睡着还挺舒服。他皱眉，冉冉大人说的没错，你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但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我是在命令你。说吧，直接拔出斩破刀发动能力，他的斩破刀名为青虫，除触觉以外其他感官都会被剥夺，但对你基本没用，因为你有近闻色。不过嘛，你顺势晕了过去，假装被东仙药掳走，起码先看看情况，不要惊动冉冉。另一头陆琪雅的处刑也开始了，剧情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中间波折不断，你救我，我救你的，最终就是陆琪雅也被东仙药掳走。当你和他一起被放到冉冉面前的时候，他呵呵一笑，取出了陆琪雅灵魂中的崩玉。而在此时，一股强大的灵压从身侧爆发，冉冉惊呆了，这是谁？总队长不是被引开了吗？这么亏亏下你缓不起身，这么多个世界的灵魂叠加起来，灵压不是开玩笑的，而且你还开了一个来自海贼世界的新技能霸王色霸气，前所未有的金色浪潮裹挟的恐怖的灵压全都倾泻到冉冉一个人身上，猝不及防下他居然陷入了短暂的失神，一瞬间等回过神来，手里的崩雨已经到了你的手上，陆气啊也跑到你身后去了。小凡，你找死！骇人灵压从身上爆发，整个尸魂界风云变色，天空就被泼上一层墨似的黑压压。众人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强大。你其实也有点紧张，先是手臂连带着武器变成暗红色，正是海贼世界的绝技霸王色缠绕。然后八门遁甲开，雷遁之铠电光闪烁，其他世界的能力全都被你叠加到了一起，总算勉强抵抗住。仍然是真的好气，摘下眼镜，撸起头发变成了完全体，意志力不错，居然能坚持下来，真是越看越有趣，突然不太想杀你了啊！只要你把崩玉交回来，追随我离开，我就可以不予追究你的冒犯。你双手一摊，我都想还给你，不见了怎么还？没错，刚才拿到崩玉的瞬间，这玩意儿就融进了你的灵魂，应该来说是被灵魂宫殿给吸收了。冉冉果断抽出斩破刀，镜花水月。既然带不走崩玉，那就带走你吧。而你直接闭上双眼，只要没看过十姐状态下的镜花水月，就不会被催眠。冉冉皱眉，怎么会有人知道镜花水月的能力呢？与此同时，东西要施展斩破刀青虫的能力，施万银一起发动攻击。二者同时夹击，让出乎冉冉意料的一幕再次出现，你并没有受到青虫的影响，在神枪袭来的瞬间用瞬步躲了过去，东仙药面色大变，我的能力无法影响他，这个吕货从一开始就是装晕过来的。冉冉面色阴沉，这一切你早就计算好了吗？你呵呵一笑，不是，我本来打算在牢里睡觉的，你非得把我弄出来。他仔细想了想，还真是这样。冉冉彻底疯狂。而这会儿山本源留在众国终于赶到，冉冉总右界束手就擒，为你犯下的大错付出代价。冉冉笑了，你们真以为能抓着我不成？天空忽然被撕裂，无数头大须从黑洞中探出身体，一道的强烈光柱从他们身体里射出，三人被强光剑影直接离开了尸魂界。正是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冉冉却一直盯着你。萧凡，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不以为意，下次见面你还真不一定能赢过我。自此尸魂界的骚乱就此告一段落，你趁此提出了自己想成为死神的要求。山本陷入沉思，一个让冉冉束手失手的人，潜力如何自不用多说，而且你留在尸魂界也不用担心在现世被冉冉袭击，如此一来崩玉的安全也能得到保证。于是在山本的安排下，你进入真央灵术院学习，获得一把钱打，这东西会在灵魂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属于你的斩破刀。夜晚你的意识一片模糊，而灵魂来到了巨大圆桌前，这一次的新人穿着劲装拿着盾牌，你感慨好家伙，这一次来的人有意思了。